县长林之妙在县务会议中，感谢各公所持续和县政府共同推动植栽绿美化，在重要路口以及社区地带用心建构和生态环境共好的花园城市，让好生活的宜兰成为一座呼应永续发展的好城市。用花园城市啊，植栽绿美化的考评啊，感谢各个乡镇公所啊，大家呢跟县府一起努力，共同推动啊花园城市植栽的绿美化。未来呢，花园城市考评也将融入风土植栽的概念，在县内啊景观的道路、公园、绿地等空间规划不同的绿美化，期待能带给这个县民更优质生活的空间与环境。再次恭喜得奖的乡亲，还有得奖的乡镇公所，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的付出贡献。大家都一起努力，县政府公和乡镇公所团结合作，我们把宜兰县的这个绿美化环境把它整理好。今年花园城市植栽绿美化考评作业由县府农业处树艺景观所邀请专家学者办理评选，考评原则以适地适种、原生树种为重点。前六名的乡镇市分别是三星、东山、五结、宜兰、罗东和苏澳，可以获得50万到100万元的绿美化补助，以及10万到30万的奖励金。每年的花园城市考评计划，各乡镇市公所会提供4到5处的地点，有些是现有的绿化场域，部分场域更加是各公所新规划的地点。县政府也鼓励民众利用闲暇前往各乡镇巡幽探访，探索令人惊喜的新秘境。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